庭中那位神灵，爱娇艳良善，爱乐心一片，夫妇情啊长，愁肠乐无边。生意念啊生啊意念，此生如在龙宫殿，与龙君欢宴入马庆宴，公主心情将酒啊献，点解此情此景今日如在啊目前啊，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，与我偕美眷？龙女三娘，知你爱人我心马坚，我不怕贤明一打片，有一个梦让啊龙啊女托我留啊艺把书传，令到佢骨啊肉啊团圆，回宫殿就在龙牙宫设那宴，大众喜地欢天。三娘还纵向我行吗情，将酒啊献。咁嗰个龙女三娘献完酒之后又点啊？佢皇叔心意主，敬酒为媒，逼婚眷。唯独我一
我念他遭你，才有仗义把书传。若与佢结婚盟，于我而行当亏损。君心何太阴，是否苦散了禅机？他有意，我有喜无情。其实我无想招思，都是为把伊人怨念吗？咁好听，关注下啦。